太长时间在自己的事业上，可能会导致到现在可能都还没有谈，还没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属于自己的家庭。那我觉得这首歌把这个感觉描述得非常好哦，所以就来送给你。如果是你像我刚刚讲过的那些女生们，大龄女子，好不好？送给你。Yeah.